踩半小时，但是最烦的是踩完下午又得吃饭又得喝酒，就等于白干。对对对，就很烦，心里就很烦。给我嘎了，找一个，这他妈傻逼啊！找楼梯，留神，等一个，我在楼梯二楼。我加他上来的位置。到了，我这边对面二楼有个，他都死完了，有的，我这一楼还有啊，我人先，我守着，对面倒一个，哎，一楼，丢了，丢来了，好的，三，另外一队来了，另外一队来了，三，不要吧，没有，楼梯有一个打残了。然后外面铁楼有一个，我再找一个，对面还有一个，我先去找他们了，找一个，找三者，没脚步声，打残了，拉出去喷，倒一个，哇，还有一个，外面，看我这外面两个，好一个，哎，左边楼梯来了，我这边。打三个，我操了，这么快，这帮逼，单边还有一个 OK， 我扔个雷，我没跟你，有俩应该，来一个，我来了，等我一下，刚俩，牛逼，三枪 OK， 牛逼，刚才是不是有人开车走了呀？不知道，是的，没注意听，是的，听到了。下在楼梯那个，全白，倒了，倒，啥嘞？我打闪，闪了，我操，喷子！哎，这个话题，我操，他没梦想兄弟，嗯？妈，你看我们群里面杀了多少人。